那年，我才刚满16岁。为了能出去打工，我骗人家说我已经18岁了。涵涵，快点洗，洗完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现在的小孩子真辛苦。老板，我能不能先预支这个月的工资？好吧。都给你吧。谢谢老板。哥，这都几点了呀？啊，还在等你小主人啊？真乖。果果，来，咱们回家了。来，果果，回家了，走了，真棒。果果，你先别急，一会儿饺子就好了。果果，你看，饺子现在已经飘起来了。但是妈妈说过，等饺子飘起来了呢，要放2次凉水。一次是让芯儿熟，一次是让皮儿熟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想不到你以前这么苦，你这么赚钱是为了缴学费吗？不，我是为了给果果看病。果果，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他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我的果果！你放心，我会尽力救他的。医生，我筹到钱了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果果！带他出去吧，小妹妹，先出去吧。果果，来。小妹妹，对不起，你要是早一天来，可能还有希望，别太难过。丢下我，我怎么办？哥哥。
果果最后还是……他死在了我怀里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想起了伤心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我要当一个不一样的医生。我要让那些没有钱看病的小动物也得到医治。毕竟他们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。所以，你就开始收留各种无家可归的小动物。对动物的热情比对人还高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可怜，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被抛弃，我舍不得看他们流浪。不过现在有了宠物乐园，他们总算有个温暖的家了。你当时一定是一个乐观而又坚强的孩子。果果陪伴了我好几年，有果果那几年的陪伴，虽然苦，但也快乐着。我想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孤独，不是因为一个人，孤独是因为想念而不可得。我想念果果的一切，我每天都想着他。好像一滴又一滴的水滴在我的心里。我明白，我想一丹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孤独。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孤独。也许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最起码还活着，活着就应该微笑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泰戈尔的一首诗，如果你为了错过月亮而流泪，那你也将错过群星。我觉得它特别有道理。你虽然错失了果果，但你现在有这个宠物乐园。我虽然错失了一丹，但最起码我还有小七。说说你的故事吧，你都还没有跟我好好聊过呢。你一个医科大学的硕士生，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当杂工啊？我那哪叫一个故事啊，完全就是一个事故。事故？我那天在值夜班，突然收到了一个急诊。当我在救治的时候，患者家属他喝了酒，居然在调戏我们的护士。那我就看不过去，我就上去帮忙。谁知道几句不和就打了起来，路见不平变成了医患纠纷。我被医院开除了，还进了医疗队伍的黑名单。原来还真是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啊。救什么美啊。后来到处求职，还遇到了勇斗劫匪的小七，又偶遇了一丹，之后就被你们招聘到这儿来了。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也就都知道了。我知道
你们一定是那种大学谈恋爱谈得死去活来，可是后来因为某一些变故，所以没能好好在一起。但其实你们两个心里都还爱着对方，是吧？而在你心里，小七是吕一丹，吕一丹就是小七。我怎么可能分得清楚？我想我知道小七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接受你了。你爱吕一丹，爱屋及乌，你也爱小七。可是吕一丹走了之后，你就很疼爱小七，把小七当成吕一丹一样。没错，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相信我。我想小七他是不希望你把他当成吕一丹，而是把他当成小七去喜欢他爱他。我懂了，小七在我眼里虽然是吕一丹，但小七更应该是他自己。就像英国诗人拜伦说过的那句话，狗狗它们美丽却不虚荣，强壮却不傲慢，勇敢却不凶残，具备人类的一切美德，却毫无人性的缺点。艾亮，我没发现呢，你还知道的挺多的嘛。你开玩笑，我可是硕士毕业，没少在中文系旁听过，满腹经纶。行了行了，说你胖你还喘，脸皮比铁皮还厚。小七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看小七怎么是这个眼神？看他的动作神态，好像发现什么敌情一样。这家伙还真不好猜。阿亮，希望我们今天的谈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好吗？行，这是我们俩的秘密。世界宠物乐园，你好。啊，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啊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你？命中注定，这真是命中注定啊！这位先生，你要干嘛呀？我家大壮啊，最近总是坏肚子。大壮？对，他叫大壮。哎，壮壮。大壮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这样，阿雅，哎，拿着这个单子带这位先生去二楼诊疗室找医生。好，那我把他交给你了。行。啊，对了，我还要跟这位小姐，她怎么称呼？啊，花姐，我们都叫花姐。花姐，我跟花姐还有点事儿。花姐。这位先生，您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星座？水瓶啊。我天平，完美，咱俩绝配。感情不是来给他狗瞧病来了，是给自己相亲来了。还真没见着比我还着急结婚的人。花姐，你不觉得这是缘分吗？这上面有我的电话，改天我找时间约你吃饭。
吃饭哦。哎，那人谁啊，花姐？不知道，第一次见面就好像被我迷倒。姐的魅力真是没话说。哦，满身名牌，看起来是个土豪啊。钻石王老五？不会吧？说不定啊，一见钟情，说不定你后半辈子就这么定了。要抓紧机会。哎，姐可不是随便的人。随便起来不是人吗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对了，我都忘了，那个。流浪狗之家里的猫砂呀、沐浴露什么的都不够用了，怎么办？买呀！我买啊！采购要走医院的流程，你刚来的时候我不都跟你普及过了吗？先写单子，写申请要购买的东西，然后找殷院长签字，上京东买，人家给你快递到家，送货上门，就你这智商怎么就毕了业了呢，艾亮？哦，说白了就上京东买呗。哎呀，你这个小模样。我还挺喜欢的。别啊，花姐，人家可是纯爷们儿。是吗？让我看一下。我们来选一选啊，小七。来看一看。哎，狗狗沐浴露。呦喂！种类那么多呢，啊，要不你来选吧，啊，你看，哎，小七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喜欢，不喜欢没事，好，有很多种，慢慢选啊。给你找个别的，这个呢？这个怎么样？小七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也不行，嗯，这个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去找灭绝师太，赶紧进货啊！请进。丁院长。嗯。这个是要采购的清单，花姐说让我找你签字。医院还是要节约成本，你那儿尤其要节约资源啊。明白。嗯。那还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嗯，谢谢你。昨天晚上那番话，让我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，茅塞顿开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别这么说，术业有专攻，我对你也有很多新的认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大壮，哎，这次就给我们小七做一个全套护理，那个钱呢就从我工资卡里扣吧。哟，现在对小七是宠爱有加呀。那必须的，我的狗必须是帅气迷人。来，小七，这个。你真乖，现在你俩这配合度越来越高了啊。那是。来，小七，再吃一个。好吃吧？哎，丁院长，你教我的办法还真有用。你看，小七多听我话。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路还远着呢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和小七成为好朋友的。哎呦，看把你美的！让世界充满欢笑，让天下是一家。人类呀，爱我吧，请给我们一个家。我说小七啊，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？你坐下行不行啊？是不是来得太快了？不行，我要跟一丹分享，让他知道小七已经接受我了。
小七，立。小七，哇，果儿，哎呀，太好了。你实在是太棒了，如果让你妈妈知道你现在又这么的健康活泼，那该有多好。我们再多拍一点，走，来，小七，走，小七，来，哎，来来来，来，停，小七，坐，坐好了。你在这等我啊！院长，院长，丁院长，你在我房间里干什么？我就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我不知道你在洗澡。你看我洗澡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洗澡我又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？不是不是，你洗澡特别好看。不是不是，色狼！院长，
不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哎，家，出去，院长，院长，别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出去，哎呀，不是院长，院长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终于建立起些好感，都泡汤了。说吧。喂，花姐吗？丁院长，紧急电话，一只边牧被藏獒咬伤，听着状况好像很危险，需要马上急救。好。你赶紧通知于飞，做好手术前准备，我马上下去。快，大夫，快快救救我家欢欢！不论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，只要能把他救活。没错，用最好的仪器，一定要把他救活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，你们不能进去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伤势严重，浑身上下伤口不下几处，失血过多，左后腿几乎断掉。而且牙齿咬过以后感染严重，只能截肢。好，通知主任。好。狗狗伤势过重，已经伤及后腿骨骼，要想保住性命，必须截肢。我不要欢欢截肢，欢不能少一条腿。大夫，你救救欢欢吧，他这没了一条腿，他这以后怎么活呀？他，请你再想想别的办法，花多少钱都行。除了截肢，没有其他办法，而且立刻就要做决定，再耽误时间，恐怕命就保不住了。小朋友，欢欢如果不截肢，他就会没命的，你不要难过。截肢了之后可以装假肢，这样他还是可以走路的。那他还能和以前一样吗？那你们谁签下字？感受到与你的距离，我能最后再见一眼欢欢，安慰他一下吗？嗯，可以，来，我带你去。有种默契叫做忠，有种信任叫做宠，有种快乐叫做疯，有种分离。欢欢，医生叔叔说你只能截肢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爸爸妈妈一定会给你安上假肢的。不管以后你是三条腿还是两条腿，我都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的。我来做你的助手，完成这次手术。好，小明，准备截肢工具，还有药品。好。哎呀，随时观测心电经。是。手术开始。是另一个我。大哥，你说。现在这宠物乐园，就咱俩没事儿啊？错了，不是咱俩没事儿，是你一个人没事干。我忙着呢，我等一会儿还要处理医疗垃圾。啊，再见。哼。哎，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村上春树和诺贝尔。小李和奥斯卡，汪峰和头条，荷兰和冠军，我和
手术台。天灵叔叔，你为什么不去手术室呢？大家伙不都在忙吗？亮亮叔叔要一个人守卫整个宠物乐园。亮亮叔叔，你是超人呀，那你一定知道我爸爸回来了吗？丫丫，你只要一直听话，爸爸总会回来的嘛。啊？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爸爸在加班，忙着呢，再等一等吧。叔叔带你去和小哥哥玩去。小朋友，那个欢欢为什么会受那么重的伤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出去玩碰到一头大狗，好大好大啊！它看见我就想咬我，我的欢欢就过来保护我。这么凶，藏獒啊？我不知道，它很大，欢欢打不过它，全身都被它咬伤。欢欢差点被他咬死，后来警察才用一个大网把他抓住。我赶紧跑过去看欢欢，流了好多血。真没想到，你们家欢欢敢独自对抗一条藏獒，真是很勇敢。欢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等他好了，我要把我最喜欢的玩具都给他玩。可是欢欢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呀，叔叔？别担心，我们这儿最好的大夫正在全力抢救欢欢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妈妈，我饿了。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，丫丫，你来跟小哥哥玩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多少钱一共？一共消费53块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不用谢。慢走啊。啊。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回来了。孩子们都睡了。啊，是啊。那他爸爸什么时候来啊？刚打过电话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可他们睡在这儿不行，着凉怎么办？是啊。要不让他们去我宿舍休息一会儿。好啊。丫丫，丫丫，来来，快醒醒。丫丫来，跟叔叔去休息。跟叔叔来。怎么样啊？欢欢脱离危险了。啊，太好了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这是我们最累也是最幸福的时刻，因为又救了一条生命。谢谢，真的是太感谢了。你们赶紧休息去吧。嗯，好。
行动，好好别怕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兽医和人医是一样的，都是救死扶伤，圣手仁心。您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而且有很多时候都是一脉相承的。欢欢救了他的小主人，他们救活了他。谢谢你们丁大夫救活了我们欢欢，实在是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们不能要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收下吧。你听我说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，丁院长他们都太累了，你们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欢欢会马上好起来的。那我们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肉，阿姐，你还真来了？对啊，我说过找时间会约你吃饭的。你稍等一下。好的。啊，就这样，叫啾啾啾啾，呜。亮亮，姐想请你帮个忙。想不到他还挺执着啊。我想去跟他谈谈。去呀，必须得去，人生路漫漫，下一个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是啊，可丫丫怎么办呀？你说我不能跟她见面，一下子把女儿带过去，她怎么能接受得了？万一吓跑了怎么办呀？嗯，那我帮你看着。哎呀，谢谢谢谢你。你帮我值班。哎呀，好了，记着呢，谢了啊。叔，啊，我想去外面玩一会儿。那去吧去吧，就在门口啊。嗯，啊，去吧。打死，打死。这游戏打得挺认真的哈，丫丫呢？在门口呢。门口？我刚从门口回来，没看到她呀。不可能，就在门口玩呢。不可能啊！我在门口路过，我怎么可能不看到她呀？
有什么闪失，我跟你玩命。不是刚才在门口玩呢，去哪儿了、啊？丫丫，大哥，两个小时前大门口。好的。原来丫丫是被这小子带走了，咱们赶紧去找。可是咱们上哪儿找啊？找小七，小七的熟悉丫丫的味道，跟着小七就能找到了。快走。乐乐哥哥，你平常爱画画对吗？嗯，我看完动画片就画画。我画完画又看动画片，那你不上学呀？啊，上学不好玩，我就不去上了。那你画的这是啥呀？你自己看呗。这幅画画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吗？哎哎，你别动，别动啊！你再动我就画不好了。我累了，你画好了没有？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我累了，我不想玩了，我要找妈妈。你拿上，拿上。妈妈，我要找妈妈。妹妹，妹妹，你看那么多玩具，你快去玩玩具啊！妹妹，你别哭呀，你别哭呀！妹妹，你别哭啊，妹妹，别哭啊你。乐乐，哎，乐乐，谁家孩子你给领回来了？马路上捡的。捡的。这孩子也能捡呢？我说乐乐，你怎么老闯祸呢？你把人家孩子领回来，人家多着急呀！啊，不哭不哭不哭，宝贝儿，哎呀呀呀，不哭不哭不哭，哎呀，这小孩真漂亮。奶奶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叫丫丫呀。哦，不哭啊，不哭，一会儿奶奶呀带你回去找妈妈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不哭。我是正规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生，这儿的首席大夫，来，跟我去诊疗室。这样子的吧，乐乐，这个狗啊是人家丢的。你愿意对着呗，还是乐意回去？它可是神犬啊，那也得还给人家呀。奶奶，就让它给我留最后一个晚上吗？好。过一会儿我就把你送回家去了，你一定要乖乖听话，我会来看你的。你有经常来看我的。哎呀，小七呀、啊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担心死我了，你可回来了。你是真不知道，我们一个人一条狗相依为命。你走了以后，我到处被人欺负，到处被人穿小鞋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招待小七？他可是哮天犬。你是二郎神，他是哮天犬，行了吗？小七，你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吗？你跟他叫什么来着？小七，你刚才是不是想叫妈妈来着？你再叫一声，叫妈妈。小七，他一定可以办得到的。走吧，小七。小七，这小七不会真的是哮天犬下凡吧？